明天就要出发个美国，为了让大家比较具体的了解，我带什么东西去？现在把我带的东西拍下来，给你们看看。首先，整体来说是一个中大的一个旅行箱，然后呢是这个橘黄色的旅行包。整体来说，这两个就是装衣服，然后一些大的东西的一些东西，包包，然后还有这个黑色的这个书包，是嘛？去到那边，在美国上课的时候，每天日常用的包包。啊，我们来，然后我们具体的详细的看一下吧，有些什么东西。这个大的这个旅行箱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有一件、两件。黑色的衣裳是，冬装，大衣，把它压缩以后，把这空气抽干以后放在里面，然后呢，毛巾，围巾有一块，刚好这一次去美国，可以把这个，炸弹当做礼物送给他们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底下是一条烟，然后这底下还藏着一双袜子，一件衣裳，那双是橘黄色的一件背心。这里还有一件白色的衬衣，衬衣是可能是，可能到那边我可能会去，一些公司里面访问啊时候穿。看看这边吧，这边这个黑咕隆咚咚呢是一件大衣，风衣，然后一条烟，这里有两双袜子，啊，这里这件衣裳是哪件？哦，这里还有一件，这里还有一件黑色的 T 恤，这里还有一件。有一件 T 恤，整个箱子是总共构成，然后箱子这还有这本书，再给那边看呢，做了 T，然后这些裹起来的这些衣裳是放在这个橘黄色的大包包里面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裤子，然后这里还有一条牛仔裤，然后这里还有一条黑色的裤子，准备就是带三条裤子。然后这件 T 恤是我妈买过的那件，Esprit 的 T 恤，这是篮球服，这件是 T 恤，然后黑色的一件高领毛衣，这件是锐步的那件 T 恤衫，然后我爸爸也有一件的 T 恤，然后蓝色的那件卧鱼，这里面是内裤，然后这些就是。装在这个大旅行包里面。鞋子呢，我就准备带这双皮鞋，然后穿一双，就带两双去。带了两双去以后，去到那边可能遇到好的、便宜的再买。然后其他这一套就是明天我穿去，穿着上飞机呢。那件黄色那件 T 恤，耐克的那件 T 恤，然后其他就是些很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比如说，我妈给我的药，熊胆汪，我装在这小瓶里面带着去，然后还有这个军用包，我也准备带着去，装护照啊那些比较有用，刮胡刀也要带着去，然后当然这个。这个摄像机也要带着去，然后电脑，整体来说就是这些东西。等一下吧，整体来说呢，就是主要就是衣裳，然后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生活用品，然后呢就是主要在那边还可以学习，就可以带两本书去做题。其他好像也就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，衣裳，然后生活用品，药啊，毛巾，当然在那边我会随时拍这些，录像给你们看。凭这个英语、日语、中文混在一起，是有时候会说不出来，中文就说不好掉。到那边我31号明天的飞机。然后到美国
美国时间是31号呢，下午2点左右。然后我们这个旅行的这个日程是，到机场以后，这些行李，啊，等一下，电话没有？OK，充好电了。说到哪里了？这些行李，通过学校的公共车运到学校里面保管。啊，我们人呢，不去学校，直接从机场就坐公共车到一个叫做奥林匹克公园的地方进行，也不叫春游，也不叫野游，实地考察，大概需要2天时间，就是住2晚上嘛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大概美国时间9月3号到4号左右，三号回学校，啊，回到学校刚好是那天是放假，人不得可以买那个手机之类的东西。如果那天可以买手机啊，我就会在那天买手机跟你们联系。说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，从明天到机场给你们打个电话之后，可能会有2到3天的时间，无法打电话，无法发邮件，跟外界隔绝的中国一个情况。所以说这2、3天之内不要担心。虽然说是不能跟你们联系，但是不要担心，我尽早买到电话，买到电话以后就跟你们电话联系。现在开始把行李准备装在包包里面啊，装好以后再给你们看看嘎。啊，终于把东西收好，这些东西从开始准备到全部装包，几乎花掉我，4、5个小时吧，花掉啊，第一次是，实在是比较辛苦。给你们看下嘎，是个什么情况？首先。第一个大箱子行李箱，然后橘黄色的大包包，这两个是飞机托运。然后呢，背上飞机呢，随身携带的是这个黑包包，这个军用书包。然后每天穿的衣裳将会是，这一套衣裳。给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印，一个形象啊。明天，小胖是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广西空港？